大家好，我是来自 ST 电机控制技术创新中心的 Seven 真。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 BLDC 电机控制及其预测性维护的智能系统解决方案。这个 demo 物理上它包括一个 ST Winbox 的智能系统，以及基于 EVL Spin 32G4 ACT 的 BLDC 电机控制系统。这个 ST Winbox 它可以实时的感知环境的温度以及震动，还有电机的力矩电流等信息，然后将这些信息输入到 Winbox 中的 NanoEdge AI 的模型中，由 AI 模型检测电机的运行状态，并将结果反馈到上位机的 GUI 系统中。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系统的工作过程。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demo。 首先我们先给 demo 通上电，然后通过这个 USB Type-C 接口将我们的这个 Winbox 连接到我们的上位机，点击刷新并连接就可以进入我们的一个 主界面。通过左上角的这个 Star 按键可以启动我们的电机进行运行，这时候系统属于一个 Normal 的状态，你可以看电机在快速的加速。这时候我们给电机的轴加一个这种阻滞负载在皮带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AI 算法可以很快的检测到这属于一个这种 BAT 的故障，同时电机减速进入检修模式。这是我们在 demo 上清除这种扰动，然后并在上位机点 recovery 恢复正常运行模式，我们也可以看到电机在加速回到了正常的工作状态。接下来我们再给系统加一个震动的扰动，可以看到同样我们的 AI 算法可以快速的检测出这种扰动，并再次减速进入检修模式。我们再次将其复位并恢复到正常运行模式。最后我们再给系统加一个这种偏心的扰动，因为这种负载的这种变化，我们可以同样可以看到 AI 算法很快检测到这种 magnet 的这种故障状况，并且又回到了系统再次回到这种 recovery mode。 通过故障复位，我们让系统再次回到正常的工作状态。 ST Winbox 的温度传感器可以实时的检测设备的温度，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设定温度阈值来判断设备是否处于一个异常的情况。当实测温度超过我们设定的阈值之后，可以告知系统进入故障状态，同时减速或者停机。这个 demo 演示了如何通过运行在边缘设备上的 AI 算法来快速有效地检测出设备的异常状况，并告警，以保证系统处于一个安全平稳的运行状况。好，我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